打开生命电视台，就是打开您的心，打开您的心，就让我们心中的佛陀呈现出来，把爱、慈悲、平等、清净的智慧，愿各位常常打开生命电视台，打开您的菩提心，也期望各位多护持生命电视台。护持账号：19965232，19965232，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生命电视，让佛法环绕全世界。接下来请收看长老法语。各位善知识，实性刚才是讲到第五定心，也就是说五根五力都成就具备了。那么如果是对照藏教的声闻位啊，就是大是暖位，以这个四加行的第一暖位啊，是三智量之后，四加行四善根暖位横向是就是差不多了啊、那么物理不同啊、那么这个正位啊、修行的正的阶位啊是很接近啊、横向是大致重同。那么其实第六不退心啊、这个前面既然具备暖位之相啊、暖相既然现前了啊、这个时候就不能停，好像钻木取火呀，既然暖相现前呢，那就不能停，你停下来那暖相就消灭掉了，那又得从头起呢，所以努力啊、下功夫去钻啊、那么必定要等到它火烟冒出来，烟啊、这个烟呢、冒出来以后，火发生了，然后才会停止的，所以继续努力进修啊、不会退转啊、不能一刹那间有所间断，那么既有进而没有退，所以叫做不退心啊、必定要达成他的目标啊、也就是说好像这个钻木取火呀，火出现了，目标达成了，才是会停下来，所以继续努力进修不停，那就是不退心。那么这个不退心啊，很像这个四加行的顶位啊、因为努力进修必定要到了他的最高峰的境界啊、所以就好像这个顶威跟四加行的顶威啊是大致重同的啊、说大是顶威。按照四教仪的次序，不退位不退心其次，第七是回向心，但是人往经第七是护法心，第八是回向心，因为要配合这个前面的位置顺序的关系呀、讲的时候还是要先讲护法心，应当是第七护法心，第八回向心，才能够配合他的修持的次序啊、而当时他这个四教仪编写的时候啊，也许古时代都是用抄的，手抄的啊、那么抄写的时候啊，也可能有的时候会有前后颠倒的情况发生啊、那么这个未必是写的时候就写错误啊、可能后来啊抄写的情况啊、那么把这个前后颠倒啊、如果是平排的话，有的时候就很容易啊前后次序啊错乱了啊、那么因此在四教仪里面，第七是回向心，第八护法心，可是现在解释顺着人王经的实性，那么第七是护法心啊、
那么既然到了这个最高峰的境界不退心，到了这个最高峰的境界就是顶位了，这就是好像啊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了，那么这个要用心去扶持所修的功夫，扶就是心，用心去扶持所修的法让他呀达成这个究竟目标。法就是境护法就是心跟境心明一境，心境一如，到了这个最高峰的境界就是心境一如的境界所以叫做护法心那么这个时候念念相续，不会有所差失，心境打成一片，所修能修的这个心跟所修的空观之境，心境已经打成一片了，心境空而空之心心空打成一片，不二了，空是境，所修之境，心是能修之心，已经打成一片了所以叫做护法心，所修之法心境一如，那么这个才能够真正扶持住所修的功夫达成这个最高境界了。所以这个就好像忍位的开始，暖顶人是第一忍位的开始在声闻的藏教里面呢暖位忍位是分作三个阶段的下人、中人、上人。那么下面的三心七八九就是配合这个下忍位、中忍位、上忍位。所以这个护法心按照他这个心境一如的境界，就是到了这个最高峰的境界的时候那刚刚进入这种境界，那就是等于下忍位就是人的下忍位。第八，回向心，回向就是回转去向把功的回转去向以三个地方，那么这个道理等到后边十回向再讲现在这里所讲的回向心就是把这个已经证到心境一如的境界回光返照，摄护自己的这个功力的道心以这个功德来度化众生那么所修的心相也不可得，所证的境也境相也不可得，心境皆不可得。到了这种境界自己觉悟的力量已经达成高峰了，所以就可以去做利他的事业了所以这叫做回向心，那么也就是中忍位回向心就是等于中忍位。第九，戒心这个戒就是前面的心境明和的境界心跟境都合并起来了，成为一家不会有一念的妄动这种的境界就好像这个持戒的人护持佛囊的情况一样不敢有一念妄动。那么护佛囊的那种持戒之心是要用意下功夫去注意护这个佛囊，可是现在这个戒心呢只是拿那个持戒的心来做比方，说他到了这个心境一如的境界，如不动他自然就不会有所违翻了，戒题自然清净因为他已经不会有那种违背于自心的这个妄念升起，所以他这个戒心就是拿这个持戒如护佛囊之心来做比方，所以到了这种境界就好像持戒的戒心一样。护佛囊这个道理出在这个《梵网经菩萨戒》浮就浮在水面的这个浮浮在水面，囊就水袋了就等于现在的那个橡胶球泥那么里面是有空气那么这个好像这个救生圈一样那么人浮在这个救生圈里面他就不会沉下去，不会淹死了，
啊，那么这个救生圈就是好像《梵网经》菩萨戒里面所说的十戒所附的浮囊啊，拿这个浮囊来做比方，就是等于现在的救生圈。那么说从前有个罗刹，这个吃人的罗刹呢，他看到有个人要过海呀，那么他坐着那个浮囊啊，抱着那个浮囊要过海。那么罗刹就向他要求了，他说你这个浮囊很好啊，一半借我好不好啊？他说不可以，我一半借你我就要淹死啊。不能一半四分之一好了，他说也不行啊。那么一直要求，一直要求，要求到最后他说借我一点点好了，一点点就好。他说一点也不行啊，我给你一点呢，空气一漏掉我就要沉下去了，我就要淹死了，我怎么能够解你呀？你向他祈求一点点也不可以，就是这个救生圈不能漏气啊，空气漏出去呀啊，那么就要沉下去了，就无效了啊，跟这个情况一样。所以持戒之心啊，如负浮囊啊，这个是表示大小重轻等持啊，平等扶持，无论是重戒轻戒。通通要平等扶持，不能说是啊轻戒不要紧了、啊、小小啦麻烦啦不能这样子，就是好像负浮囊啊、一点也不能给罗刹，你给他一点点你就要撑下去，就没有生命了。所以呀、如负佛囊，他这个功夫啊就是如此。所以他到了这个修持的境界啊、心境一如啊已经是完全心境不可得的境界了，那么自然而然呢，他这个戒法就能清净，不必用心去护持啊，他戒也就清净了。所以就是好像持戒护浮囊之心一样，所以叫做戒心啊。那么这就是在忍位当中的上忍位，上忍位啊。那么到了上忍位啊，就快要这个破见惑了。那么第十的愿心，愿呢、就是发大愿啊、要发愿，为了要自行化他，上求佛道下化众生，所以菩萨发菩提心啊，时时要发大愿啊、所以到了这种境界恐怕成空至寂啊。如果是成功至极的话，就落在这个声闻位中，就不能把这个菩提心继续发展了。所以时时要提醒自己，要发愿啊。所以第十要愿心啊。那么因为烦恼还没破，所以必定要赶快发愿，希望用愿力啊来做这个正上缘，做他破烦恼断惑的正上缘，所以要发愿。这个发愿的情形啊，像这个《梵网经》菩萨戒第35条轻戒里面有详细说明这个发愿的意义啊。所以菩萨道他在修实信心的时候啊，时时刻刻不能忘掉发愿。那么到了这种境界啊，就好像藏教的四第一位啊，四加行的第四位，是第一位，因为进一步就要断见惑了。这个详细的分配啊，是根据地贤老法师的教观讲录里面的分配的方式啊。因为这个法华玄义里面没有配得这么细啊，我们也不敢自作主张啊，随便来配合。那么就是根据地贤法师的这个解释啊，可以做这种的分配。那么这个很有道理啊，因为下面初住就是破见惑啊，要断见惑之前必定要经过三资量四加行啊，这是必定的啊，没有错的。所以可以呀、按照这个地贤老法师的解释来做配合啊。到这里为止啊，那么实信心就修满了啊，第十愿心就满了啊，看出正文，下面是总结上文对位啊。此十位伏三界见思烦恼，故名伏忍位。这个伏忍位的名相啊，也是出在《人王经》啊，所以他前面没有把《人王经》三个字排上去，实在是不大巧合。因为这个伏忍位就是人王的五忍之一啊，
服人为第一人，就服人啊。既然用这个服人的名称，这个服人的出处在哪里呀？服人两个字的出处啊，引落经里面没有的，这是完全根据人王经啊。所以这是根据人王经的五人的第一服人位对照起来才会明白的。那么因此之故，既然叫做服人位，这是根据人王经，我们需要知道啊。那么上面这十位修满了，就能够把三界内的见货八十八十，思货八十一品，把它扶住了，不会生起现行。扶货，这个叫做扶货了，把三界内的见思货都能够扶住，好像用石头压住这个草根，不会生长啊。这扶住这个见思烦恼的这个种子啊。那么按照人王经说，这就是第一扶人位，就是扶烦恼，使他不生起现行，还是在人位之中，所以叫做扶人位。它是越无人的第一说的。那么这就是属于外凡位。那么到了这个阶位，跟藏教的哪一个位置相同呢？是前面有藏通二教的阶位，论断惑的阶位哈，福惑断惑的阶位来论相齐，物理不同了啊。物理这是物的大圣的真如之理，那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断惑福惑的情况是可以相同的，所以与藏教七贤位、通教干会信地齐。因为讲到第三别教呢，必定也得跟前面的这个藏通二教啊来加以配合。所以如果跟前面的藏教配合起来呢，那么这是跟藏教的七贤位相齐。七贤位就是三资量四加行啊，跟藏教的三资量四加行的位置相齐了啊。那么如果是通教呢，通教有十个位次，就是十地，所谓三圣共十地呢。通教的三圣共十地里面呢，第一是干会地，第二是信地，那么这个阶位就是实性位，别教的实性正好是跟前面通教的干会地跟信地，第一干会地，第二信地，跟这两位相齐。到这里为止啊，实性位说完了，配合前面两个教的阶位啊，那么后边有一个四教颂啊，可以把它记起来啊，容易明白。那么头一首颂啊，正是说到这里啊。本来这个可以留到后边原教才讲，可是留到后边原教讲啊，恐怕多了，比较难懂。那么在别教的时候就把它汇通一下，那么后边讲到原教啊，一说就懂了啊。那么这个四教颂的第一，看出那个四教颂啊，七贤七位藏初机，通教位中第二期，别性病缘无品位，见思出伏在凡居。这第一首颂，这第一首颂正是说到这里，就是正文的实性位啊，以藏教七贤位啊，通教干位信地相齐啊，这正是说到这个道理。那么这个颂啊，把它对照正文对照一下，就容易明白这个次序啊，阶位的次序对照容易明白。七贤七位藏初机，七贤前面的七贤位了，三资量。五停心、别相念、总相念的三资量，四加行、暖顶人是第一，这个叫做藏教的七贤位。藏教的七贤位，这个七贤就是七个位次了，所以叫做七贤七位。七贤位就是七个位次啊，五停心第一，别相念第二，总相念第三，暖第四，顶第五，人第六，是第一第七。这个叫做七位，七贤七位，藏初机，藏是藏教，藏教为学佛入门的第一个根基，初机就是最初的藏教的根基啊，就是得从这个地方下手，
那么现在这个别教的实心位啊，正是告这个藏跟这个藏教的七贤位相提，就是藏教为第一位，初是第一位啊，也就是藏教的根基所修的这个七贤位，那么跟现在这个别教的实心位是相提的。通教位中一二期，通教里面有十地，第一干慧地，第二性地，跟这里相齐啊，实性位跟这个通教的第一、第二两地相齐，所以通教位中一二齐，别性并缘五品位，原教还没讲到啊，这里可以先知道啊，别教的实性位，并及后边原教的五品位，啊，这都是同样的阶位啊，别教实性位满，跟原教的五品位。啊，那么这个四教这些位次啊，都是福祸啊，所以第四句说：“见思出福再凡居，见祸八十八时，思祸八十一平，处处能够扶住。”修到这里呀、啊，才能够把见思祸扶住。但是他还是个凡夫，在凡居，他还是居在凡夫的位置，就是外凡位、内凡位啊、那么这里是别教，是完全是属于外凡位，还是属于外凡位？如果是在藏教呢？这个后边的四家行是在内凡位，可是现在这里是讲的别教，是别教的外凡位。如果你也做笔记啊、笔记就把这一首颂把它抄到。这个以藏教七贤位通教干位性第七，在这个地方，那么以后凡是看到天台教的天台教典的著作啊，凡是论其的位次啊，这一看就明白，一看就明白啊。那么这个很好记，这就是啊古人教导后学啊，修学佛法对这些位置啊要明白嘛，因为这个很烦呢、啊，很不容易记。如果你能够懂得这个道理呀、啊，就很容易把它记下来了啊。那么这个应当要啊下番功夫啊把它记起来。我从前初学的时候，这些句诵通通要过背的，通通都要背起来，不背没有办法啊，熟能生巧啊啊。那么从前的人读书都要死背，好像死背不大好啊，太笨了。可是笨有笨的用途啊，也有它的好处啊。那么他读熟了，随时可以拿得出来应用啊，随时可以运用。你不熟，一说你不懂啊，对在哪里莫名其妙啊。那么所以必定要把它读熟，最起码你把这个诵读熟了，它这个配合的位置啊就很容易明白。学佛也就教理，在教理方面都要这样下功夫啊，不要怕烦，不要怕难。我们想想看，我们三餐吃的饭不是比这个更难吗？你想想，我们吃的饭从哪里来？农夫种田啊，从这个种田的开始啊，一直到割稻子，然后到这个成为这个米可以煮饭，要多少多少功夫啊，要经过多少功夫。假如我们没有下这番功夫，怎么又会有饭吃啊？那么因此我们在研究教理啊，也是要这样子下功夫，从开始种田、做田啊、那个插秧，一直到收割啊、一直到有饭吃，那么都是要这样子下功夫啊。须知盘中餐呢、啊，粒粒皆辛苦，啊、这个盘中餐吃的饭呢、啊，一粒一粒都是很辛苦的，都是农夫的汗呐、啊、血汗啊、换来的，不是那么简单的。看起来很容易一碗饭吃下去，可是你知道这个种的时候多大的功夫啊？研究佛学、研究教理也是要这样子下功夫的。您不肯这样下功夫，怕烦的话，得不到受用啊。你不要只听好听，要听故事啊，听那些故事好听啊啊，那个没有多大作用啊。这些道理你不懂的话，那么佛法里面你看经看论那些古代的著作，那你就是一窍不通了，这必定要这样子下功夫。那么这个实性位讲完了，
这里有一点需要知道的，我前面说过，引落经是把实性排在初住里面，实性排在初住里面，就是修初住位的时候啊，就得修这个实性，实性修满了就是初住满，所以这个《菩萨引落本愿经》下卷里面呢，这个发心住就是初住的发心处，他就这样说的，发心住者，世人从此具福凡夫，未是三宝圣人，未是好恶，因自疑国，一切不是，不解不知。佛子，从不是此凡夫地，知佛菩萨，以教法中其一念性，遍发菩提心。世人儿时住前，名信祥菩萨。住前就是信祥菩萨，有修实性位的，初住之前修实性位，还没有证入初住，叫做信祥菩萨。念念不忘修实性位，想就是心里的想念了，叫做信祥菩萨。那么也叫做明智菩萨。其人略行实心，所谓信心念心等，说这个人呢，一开始就要修这实信心，就在初住位开始就得修实信。按照《引落经》这种说法呢，他这个实信啊是平行的、横的，不是竖的，按照起心论说，要把这个实信修满到正入初住啊，时间要十千劫，十千劫啊，就是一万大劫了，一万大劫这么长的时间菩萨道啊，那么修这个实性位才满。各位修多少劫了？您大概修了多少劫了？如果刚刚今天才开始啊，还有十千劫下功夫哦，不要怕难啊，要十千劫呢，今天才开始啊。那么这个要十千劫修实性位，他这个十千劫是实性平行修的，并不是说一千劫第一千劫修性位，第二千劫修念位，不是这样，不是这样。因为这个实性位前后互相都有连带关系，同时都得贯通的。那么因此之故啊，引落经就把这个实性位排在初住里面，说住前先修实性，性满就登发心住，那么由此可见，这个实性啊，就是包含在初住里面，不必另外建立。但是智者大师根据《人王经》，《人王经》是分开的，先说实性，然后实住，他为什么分开说呢？分开说容易懂。分开说容易懂，假如不分开，在初住里面讲实性比较难懂啊。如果头脑不够清明的人呢，容易混淆不清。那么因此之故，把实性另外分开讲完了，再讲实住，这样子啊容易了解，比较容易入门，所以实性排在前面。那么先说实性后讲实住啊，这是根据人王经，所以我说这个四教仪里面没有提到人王经啊，是一个很大的缺点啊。应当这个他处处都是运用人王经里面的风味，如果没有说出来的话那么这里面的根据啊就不明显了。因为引落经不是这样说的，引落经那必定要把这个实性啊排在这个初住里面，在初住里面才说啊。如果是这样子说起来的话，初学的人呢就比较难懂了。那么现在我们应当要了解，实性就在初住里面啊，因为这个实性另外排在初住之前，会容易使人升起一种错误的观念，就是物一微啊，好像初住二住一样啊，好像登楼梯一样，一级二级三级四级一直到十级啊，把这个实性看作跟实住一样，一级一级慢慢上，越竖看，那不对，实性不是这样，实性是平衡的、平的，都在第一级，
都在初注的第一集里面啊，十注的第一集里面的初注啊，第一集里面平衡啊，要修这个实性心，平衡修实性心啊，越中等的根性来说，要十千劫啊。当然，这个十千劫也不是固定的了，只要你好好的下功夫的话啊，像释迦牟尼佛，他只是站了七天七夜就超过九十一劫了吗？啊，你多站一会儿不就够了吗？啊，只要你肯下功夫，所以这个十千劫也不是死板的，不要看着一定就认为很难呐、啊。所以佛法里面有的时候说很快就成佛，当下就是佛，你就是佛，这就是破除那些呀、啊、怕难的众生。怕难的众生，你不这样说的话，哦，要十千劫、三大无数劫，那么难哦，算了吧，我不要，我还是做凡夫好了。那这个人就没有办法得度，所以对于这些啊、怕难的众生，那你就跟他说很快现在就成佛，所以修密的说即身成佛，他这个身体当下就是佛啊。不过这个佛呀是礼记佛呀啊，后边讲到六基就可以知道了，原教里面论六基，那个佛只是六基佛里面的礼记啊，名字记还不到呢，别说是就近记佛了。那么您懂得这个道理啊、不管他修多少劫，菩萨道就是这样。我有一种想法，我想啊，佛所说的这些菩萨道呀，我们用浅的想法去看了、啊、菩萨道就是教我们做人的方法，很简单，很浅显啊，懂不懂啊？菩萨道就是教我们做人的方法。假如我们在世间做人，大家都以菩萨道为本，以行菩萨道的方式做人的话，世界绝对太平，绝对不会有问题，用不着警察，也不用不着这个地方法院啊、那些高等法院通通都要关门，你不大家都是菩萨吗？啊、那么这个每一个人都是但愿众生得离苦，不为自身求安乐啊、只要大家好。大家都好了我就好，那么以这种的观念来做人，这个世间不就太平了吗？所以我说这个菩萨道啊，就是教我们做人的方法。假如你站在菩萨道的立场来做人的话，世间看不到坏人，没有个坏的，统统都是个好人，因为都是菩萨吗？但是众生根性千差万别了，那么您要他这样做到有困难，那么因此之故只好是随顺众生哦。那么你现在应当怎么修学，怎么用功啊、一步一步慢慢来吧。实性讲完，现在讲十住，前面讲十住位啊，就是内凡的三贤位的第一十住位。三贤里面就包含十住、十行、十回向，没有另外分科，因为这个科判呢在讲义里面啊，四教义里面分得很清楚了。那么第一就是这个三贤里面的第一，内凡位的第一十住位，看着正文。次名十住者，一发心住，其次就是实性之后，其次说十住位，十住的第一位啊就是发心住啊、这个发心啊，我们平常讲的发菩提心就是指这个啊、要发菩提心啊，真正把菩提心发起来了就是初住位，初住位到了初住啊，他的菩提心才算是牢固了，不会摇动了啊、那么他的菩提心到这个时候完全成就了啊、就可以继续修菩萨道，一直到成佛。我们现在这些凡夫说发心啊，顶多是三分钟热度啊，三分钟热度，说发心的时候，那个时候发心三分钟过了之后发心就没了啊。那么我们这个凡夫是进进退退了，时发时退啊，讲到了他发了，不讲了他又退了啊，五欲来了他享受了啊。那么这种情况啊，那么就是众生心，众生心。可是你不能不发，不发永久不能到初住。假如你这个落水道心啊，落水道心如果不发的话，那永久在凡夫，就没办法到初住。要肯发，天天都有露水嘛，太阳一照又没了，可是我明天再来，明天还是照样有露水，
入学道心，入学道心懂不懂啊？知道就好了哦，如果不知道就得再说了哦，就麻烦了哦。这个入水嘛，就早上刚起来的时候，这树叶子里面是有一点水吗？入水，这一点点水啊，太阳一晒就没了。我们这些凡夫的道心啊，就是那种入水道心，怕逆境，怕烦恼，逆境烦恼好像阳光一晒，哎，没了，没有关系，明天再来，好多明天，明天又明天，天天有。这露水天天有，不要怕，只要肯发，到了有一天，实信心满了，他就当出诸威，就发心住。所以法这个华严经里面，就有这么一句话呀，他说初发心是变成正觉，成就慧身不由他物。不过这个是说的后面原教的初发心住，破无明正法身，那么现在只是说到了这个初诸威啊，发心成就了。菩提心啊，已经微微不动了。所以这个《大乘一章》里面解释这个石柱啊，它的这个初柱啊，就是柱子始，柱刚刚开始，那么它的大菩提心啊，就发起来了，它的意气很坚固，气象无上菩提啊，那么从此不至于再退转了，所以叫做柱，它这个柱的意思。就是说他的菩提心已经坚定下来，安住在菩提心中，不会再摇动了，所以叫做住啊。那么因此他的解释说，行程不对名为住啊，他这个修实性心满了，成就了，不自在再退转了，安住在菩提心中不自退转，所以叫做发心住。教义里面中间有假住了啊，断三界见惑境，与藏教出国，通教八人见地齐，他说这个发心住啊，就是刚刚断掉三界内的见惑，见惑八十八是刚刚断掉，前面不是说到四第一吗？实性的愿心到四第一。那么现在就是刚刚啊，正入这个断见惑的境界，见惑断尽了，以藏教出国，就是藏教的出国须陀园相起了，通教的八人地见地，就是第三地第四地，相起了，这个在前面都讲过了啊，自己对照一下就知道，这是初诸威。第二，智地住，本来按照原文啊，无论是人王经或者是人若经，原文每一个住啊，下面都有住字，例如说二智地住，三修行住，四僧贵住，五方便具足住，他这里倒过来具足方便住，每一个柱下面都有柱子，他这里都把它略掉了。什么叫做智地柱啊？这些名相如果要细解释的话，不得了的。因为《华严经》里面讲十柱啊，就是一卷，那等于把这个十柱品讲完了，才算是完全讲清楚。现在只能按照这个名目啊，做一个简单的说明。那么所谓智地智。是治理了，治理法性理地，心地啊，就是法性理地，把这个法性理地之心啊，把它治理清净，那么如果是大乘一章的解释啊，他说这善修自利利他，对自利利他之道能够善加修习，尽智住处啊，把自己的安住的菩提心啊，努力修尽，使他清净。就是烦恼慢慢一分一分除掉，那么道力慢慢成就，所以叫做智地住。这个地呀、还是指的心地呀、使心地清净，治理使心地清净，所以叫做智地住。现在这个十诸位啊，我想不必按照这个地贤老法师的那个一一对位啊，对起来太多太烦，不如一段一段呢、按照原文对清楚就好了啊。如果这样子要细对的话，花的时间也太多啊。如果要研究的人呢、
可以自己去参考这个教观讲录啊。第三就是修行住，修行两个字很容易明白了，修习啊，行也是修啊，啊，这是修什么呢？就是扶持这个前面所发的菩提心，啊，使他远离烦恼，啊，同时这是菩萨道，还有远离小圣，小圣的治疗的那种心理，啊，要策发他的菩提道心，啊，念念去向于啊，自利利他的修行法门，所以叫做修行住。第四，身贵住。身在很尊贵的地方呢，叫做身归住啊。为什么叫做身归住呢？大圣一章的解释说，圣法中生，身在圣人之法中，因为这是贤位啊，进一步就要啊，将来达成圣位嘛，所以在佛所说的圣法中来受生啊。那么他的种性是最尊贵的啊。都是佛子了吗？啊，所以这个《银罗经》开头第一句都叫做佛子啊，啊，那么就是圣法众生称佛子了，啊，从佛口生，从法化生嘛，啊，那么他的种姓都是法王子啊，最尊贵，所以叫做身贵住，表示他生在这个法王的这个法王家中，所以叫做生在佛家啊，那么就是最尊贵的地方了。身在佛家是最尊贵的，所以叫做身贵住。第五，这里写着具足方便住，啊，但是这个《人王经》《银罗经》都写着方便具足住，啊，那么方便具足，就是它具足种种的善巧度化众生的方便。善能巧化一切众生，啊，很巧妙的有善巧方便来教化一切众生，他这个功夫都具备了，所以叫做方便具足住，啊，那么这里写着具足方便住，那么就是说他这个度化众生的全巧方便呢，通通都完备了。不要以为度众生容易啊，啊，现在的人呢，啊，学佛不到三天呢，啊，他就想要度众生了，他要组织道场了。哦，他也做度化众生的事业了，看起来是很了不起，实际上啊，是还未必能够做到的事情，啊，嗯，因为自己还没度好啊，必定要到这个十住位的具足方便住，第五住，啊，嗯，方便具足了，这个时候他度化众生的能力啊才够，他才有能力去做度化众生事业。我们这些凡夫去度化众生啊，道心是发得不错，愿力很大，可是往往被众生渡去了，啊，很容易被众生渡去。所以这个《大智度论》里面有这么一个比方啊，他说一池塘的水，到了冬天，通通凝成冰了，都结冰了，啊，那么这个一池塘的水都结冰了。那么有人想要把这个冰啊把它融化，那么就用一桶的热水，开水呀，一桶的热水把它泼下去，泼到这个池塘的冰里面去。当下这个热水泼下去的时候啊，当然上面一部分的冰也会融化了，会融化一部分的，但是它这个热度不够啊，很快它这一桶的热度啊就被那个冰融化了。不久啊，连这一桶水也变冰了，懂不懂啊？连那一桶水都变冰了。所以这个凡夫发心度众生就是这样子，他刚刚一桶水热水泼下去，哎，融化了，没有错，他度了几个人了，但是不久呢他也被这几个人度去了，没有多久他也被这几个人度去了。这很平凡的事情，你不相信你眼睛睁大，耳朵清楚，听听看，眼睛望望看，看那些发心度众生的人会不会有这种情况。但我们不是要打落水狗了，不是有心要这样做，但是我们看看实际情况就是如此。自己功夫没做好想度众生，那都是妄想
啊，所以平常有人说啊，你发心啊，度众生啊，为众生啊，啊，我心里很惭愧，我觉得很不好意思。实际上啊，我们都是靠佛吃饭的、啊，度什么众生啊，自己还没度好呢。啊，自己度了多少？我觉得我学佛几十年来，啊，还是从前是提起来三斤半，现在放下去还是三斤八两，差不多。啊，那么因此之故啊，觉得几十年下来相差有限。有些人呢、啊，他想要速成科，啊，他想好像像这个恶魔一样，刚学佛没几天就求感应了。啊、哦，希望菩萨现前了，佛现前了，放光了，神通了，呵呵，那是做白日梦，啊、哪有那么容易的？如果有的话，恐怕是魔境，很危险，啊、如果是几十年来平平淡淡，这个最安稳，最妥当，不会有问题，啊、不要着急，不要求神通，啊、不要求什么感应，那些不要求，求了魔就来。你不求啊，他自然你脚踏实地，按部就班，慢慢学习，必定会有成就的。佛是过来人，他说的法必定可以相信啊。我们跟佛的法来学啊，所谓两信，仰慕佛的圣德啊，相信他不会错的，不会走错路。不要急着想要求感应，念了三天佛，阿弥陀佛怎么还没来啊？这是大妄想。啊，不能这样子修。假如这样子修的话，就难成就了。那么今天，十住里面呢，就讲到第五，具足方便住。啊，菩萨到了这种境界呀、啊，他是刚刚成就能够做度化众生的事业。十千劫满了之后修十住，还有到这个时候，到了方便具足住，才能够真正由这个权巧方便呢去做度化众生事业啊。第六正心住以下呀，我们留到下次再讲，今天就讲到这里为止啊，下次。是中华国际失实协会。有鉴于现今各种天灾人祸层出不穷，众生身心受着许多内外的压力与伤害，为此慈悲置业成立中华国际失实协会，推广大乘佛教上供下施之慈悲法门，体认世尊施设此法之慈悲本怀。如此不仅能分担如来家业，布施者亦得福，实为名扬两利之善行。修施食与烟供法是增加福报的最快方法，不仅布施六道众生，
可以增长布施者福禄寿财，生生世世福寿长，善根具足。也因为布施轨道众生，与众生结善缘，则能免除一切有形无形障碍，能对我们世间的生活需求事业有所注意。国际万场烟供自1904年4月11日起至1110年4月23日中午止，海内外共30万3025场。布施蚂蚁、小鱼自1905年5月21日起至1110年4月23日止，海内外共12311次。放狗救命的灰沙。民国初年，在吴江南仓桥地方有位姓沈的富翁，有一次他们无人搭船前往乡下去催收租金。你们几个人早去早回的，路上要小心啊。老板放心吧，我们这次一定会把租金收回来的。嗯，和沈家夫人同船的还有一位安徽富商。哦，都没有空位了，几位过来坐吧，这里还有空位置。多谢了。啊，客气了。出门在外，与人方便，自己也方便吗？什么声音？好像是狗叫声。嗯，是什么原因让这条狗发出如此哀伤的叫声呢？我出去看看。这位徽州富商来到甲板上，一眼便看见，啊，有位屠夫正抓了一只狗要去宰杀。叫什么叫？你就是叫破喉咙也没有用。这位大哥，你要杀了这条狗？是啊，怎么了？你也想要一份狗肉下酒吗？不是的，这位大哥，我想把这条狗买下来，不知道您卖不卖啊？啊？那要看你出多少钱了。您看这些钱够吗？够了，够了。行，这条狗就是你的了。狗狗，不要怕，没事了。哇，看来这个箱子里的钞票不少啊。沈家的仆人看到富商出手大方，心里就起了贪念。只要今天晚上我们行动成功了，那这些钱可全部都是我们的了。嘿嘿，这么多钱够我们花一辈子的了。哼，你说我们这样做会不会被人发现啊？放心好了，到时候我们把它装进麻袋丢进河里，人不知鬼不觉，谁会知道呢？对对，没人会知道的。嘘，小声点，他来了。到了晚上，这几位仆人把富商骗到甲板上，并趁他不注意的时候将他打昏。快拿绳子和麻袋来。嘿嘿，成功了，这回我们发大财了。我们快离开这里吧。嗯。这时商人所救的那只狗看到了这情景后哀叫不已。过了一会儿，只见狗儿退后了十几步的距离，然后奋勇地向前奔去，
一口气跳进河里去咬住麻袋，奋力地往岸边游。这时候附近刚好有船只经过，船上的船夫看到这一幕后感到很惊讶，好奇这只狗到底在做什么。喂，你看河里有条狗，它嘴里咬着的是什么东西啊？看不清楚，好像是个麻袋，我们快把船划过去看看。这条狗嘴里还真咬着个大麻袋呢，这么大的麻袋里面装的是什么？我拿竹竿捅捅看。哎呀，这麻袋里好像有个人啊。那赶快把它捞上来啊。于是这两位船夫立即将麻袋拉上船，并将袋口打开，把里面的伤人救了出来。所幸狗儿发现得早，并及时咬住麻袋，还好伤人只是受了惊吓，并没有生命危险。真是太感谢两位了，如果没有你们二位，我今天可就完了。你不要谢我们，如果没有这条狗，你的命早就没了。是啊，这条狗才是你的救命恩人。真是谢谢您的小狗。由于麻袋上印有沈府二字，大家一看便知道这是沈父母家里的东西，于是带着伤人和狗儿一起到警局报案。沈父母知道以后，等到收账的船回来了，便命人清点麻袋，果然少了一个。这时他请出来伤人和狗进行指证，做贼心虚的仆人们见到伤人都大惊失色，纷纷俯首认罪了。你们几个为了钱财行凶杀人，而这条狗却知恩图报，狗尚且知道善恶，你们真是连狗都不如啊。护持功德殊胜行，无边胜福皆回向，普愿沉溺诸众生，速往无量光佛刹，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萨摩诃萨，摩诃般若波罗蜜。